What?哥是有哎，这边要入侵到对面的一个红 buff， 就是打死哥的时候，很多队伍会选择这样做，就强行过来，只要线上的人厉害就可以。但是反手要打了，这里撞起来了，死哥有点危险，直接要捐掉了。哇、哦，不是死哥这一波一入侵倒是五个人走一个方向，这分开走这肯定是要出事的呀。是啊，哎呀，这波分开走实在是有点太伤了。泰坦过来直接被女坦指到，反手好像要被逼了，逼了一个闪现之后走过来，转角遇到齐亚娜，齐亚娜，齐亚娜差一下，点燃伤害不太够，吃药回上来了，一级的有点裂，但是没关系。是的，哎，我一刷就速度起来了，来抓一下中路的鳄鱼，鳄鱼往前面走，死哥已经赶过来了，但伤害太高了，配合着齐亚娜以及这边艾克的伤害直接做了一个击杀，而且 X 这边有点危险，一个最后一个 Q 是 Q 到了，配合自己的 E 技能是吧？艾克给收掉了，打了一波二换一，但是这两个人头全被齐亚娜给拿了。这中路对线本来是想要凭借着鳄鱼打一个优势，现在有点难了。下路同时开打，太阳妈第一时间指上去了之后，反手去输出泰坦，泰坦血量很低，被控住，二次控住了之后，直接卢锡安接上伤害进行击杀。是的，死哥率先到达了六级，反正想要做一下先手嘛，但是这边过来打了一波之后，没错，血量很低，直接被打回去了，而且这面墙并没有能够减速到，留不住了。卢锡安这里一套圣枪洗礼之后，蓝量不多的情况之下是把泰坦给打掉了，而且死哥的血量非常的低，这里直接一个闪现推墙，先把血量不佳的死哥给杀掉，而且又逼掉了女枪的一个进化，这里死哥闪现过来，但是位置差了一点，后续跟上了之后配合着泰坦打了一套反手，想要去换没有能够换得下来，虽然说把技能给用得光光了，但比较赚。看一下教羊想要去撞 iBoy， 但是反手的第二头羊没有撞到，赶了过来。明晶这里有点危险，直接是被逼出了一个闪现，完了要打工了呀！给我看一下死哥敢不敢过去惩戒一下这个？要拱手让人了吗？看一下第一时间这个大一技能没有打中，反手扣了一个大招，不过 iBoy 这个大招扫得非常的好。封住了蓝色方想要进来支援的路 ，AD 被盖住了，反手鳄鱼也在留人堆里的女坦，女坦先行阵亡，后续铁男又是击杀掉了卢锡安。这一波红色方在劣势的情况之下，先是接到了峡谷先锋，后是打赢了团战，直接把前面的劣势全给打了回来，真的挺大的。但是中路那一波越塔，然后再加上这个先锋，看一下这一波，泰坦率先开团大招给了卢锡安，女枪这个大扫得非常好。对的，就泰坦和女枪打了一个非常好的 combo， 直接把剩下的所有人给逼走了，然后正面就只留下了一个艾克和一个女坦。女坦现在已经开始抱团了，要依靠着泰坦的先手以及鳄鱼的配合，率先往中路走。这边女坦直接直了上去，飘到泰坦，泰坦还是挺肉的，但是也顶不住伤害，被秒了，直接打了一下，也是瞬间逼出了一个鳄鱼的大招。便宜所以功能性嘛，是吧？这里要进行越一个鳄鱼，大招定住了，直接指到了中心。那这一波越到鳄鱼之后下塔，直接可以拆掉了。哦，还交了个 TP， 其实有些浪费了。铁男的，如果没有一个草元素的话，很有可能就被铁男在小黑屋里单杀。下路又来了，你越我一波，我也要越你一波。这里下路奥恩直接是被三人越塔进行一个击杀。看一下这一波。女枪放大天线的时候，被侧面的齐亚娜给留住了。女枪这个没办法，死哥这英雄前期就比较被动。直接太阳开到两个人，开的还不错。不过自己家这边不是女枪，是一个卢锡安，扫了一波，血量掉的不是特别多。但是 Mistral 指上来了之后，自己血量掉的特别的低，临死之前叫出来一个大招，不过后排也没有办法做一个跟踪。这里探照了一下，看到对面在打大龙，这波。这一波有一点点想打，但是铁男第一时间被太阳妈指到了之后，直接是逼出了自己的一个闪现，回头还要继续打吗？
都跃跃欲试。这个时候泰坦率先一勾是没有勾到奥恩，还想做尝试，哎，但是反手一拉，直接拉过来一个女坦，女坦瞬间指了上去，扑出来大招，看一下往回去拉一下，艾克第一时间是被击飞了，反手拉过来一个齐亚娜，做了一个击杀之后自己也阵亡了，艾克往回走一下，卢贤还在继续做输出，但是现在全是残血，死哥这个大招直接把血量压得更低，但是没有进行一个击杀，红色方接受的，因为这条龙第三条第三条了，嗯，只要把大龙 buff 时间拖过去，是的，做春哥了。然后开始打奥恩的羊撞出来了之后，这边是撞到了一个女枪，女枪非常的危险，没有闪现直接交掉了自己，而且侧翼被留到了两个人，泰坦先没，艾克还在做继续的一个追击，但是鳄鱼有点肉啊，还能不能做击杀有点难了。此刻放一堵墙来进行一个减速，铁男这个时候也跟了过来，反手一拉接上一个 Q 技能，顺便关注了这个卢锡安，卢锡安哎呀好惨，被一棒子敲掉了700块钱的人头，而且自己交了一个金身之后，死哥放大招想要掩护一下撤退，撤退就难了，但是换掉一个大人头还是比较赚的。双方五个人都来中路抢占一下兵线，太阳妈的大招是放的有点空，哎，羊是失误了，羊失误了，对，而且女枪这个位置放大招是直接隔绝了战场，这一波打团打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，而且后续我们看到团战里面有一个亮起小金人的铁男，铁男起身了之后直接一棒子敲掉了卢锡安，又是这个卢锡安啊，往前去逃，小七能够走得掉吗？前方啊，还是对面的地盘有一点点难走。女枪还在继续做追击，而且侧翼我们看到鳄鱼也在继续往前面走，能不能追得到？鳄鱼直接往前跟，没有闪，但是这个位置，哎，鳄鱼自己有点自己有一点危险，不行不行，先溜一下，先溜一下，反手去直，反手，鳄鱼有个复活甲，看一下这一波复活甲都没有打出来，那危机是收下这条火龙。中路硬开一波团，其实刚才就等火龙再打就可以了，火龙对面想打的话再过来打，鳄鱼毕竟身上是有春哥的嘛，所以没那么畏惧。打一下，双方又是一波团战，又一个羊叫出来，这边撞的是一个死哥，死哥直接被打死了，而且后续我们看到太阳妈的大招是打断了一个女枪大招，反手死哥放大，这里有一个救赎拉下来，但是好像没有加到什么血量，女坦直接被一个枪给打掉了，而且反手勾过来一个卢锡安，卢锡安也没了，见到红色方起势了，而且你先手开的话开不到女枪，只能开死哥，开到死哥之后打死了他，他还能继续做的，是的，这边艾博血量非常残，艾克把艾博打死之后是秀了起来，还能秀，这波鳄鱼的复活甲也被打了出来，看一下，而且正面钱娜这里是被杀掉了，但是小七还在和铁男做一个铁男非常顶，这个奥恩打不过铁男，哎，先往前逃，先往前逃，这个防御塔在打呀，这防御塔配合着艾克拿到手中，两分钟之后是本场的第四条火线，他们的视野当中会比较，这边明金率先开龙，危机赶过来的时候看一下小龙的血量已经快打掉了，血量很低，还剩下最后的1000血，拿到龙魂 了这一波看一下，而且反手两个大招开得非常的好，配合着齐亚娜直接拿到一个双杀，后续 iBoy 再一次被指到了之后，正面四个队友已经全部消失掉了，女坦闪现接 Q， 天哪，一波零换五，危机要被一波了，要被一波了，这一波拿到龙魂了之后实在是作战能力有一个巨额的飞跃，齐亚娜三杀，是的，这大招在这范围在这个地形太好发挥了，对的，三条火龙也带来了15%的伤害加成，带着残余的大龙 buff 以及龙魂效果，再加上三条火龙所带来的一个加持，大赢一波团战之后，一波 ace 可以终结掉这一场血雨腥风的比赛。哇，这一把两边打得也太激情了吧，太激烈了，37颗人头，38分钟结束，我们恭喜 FunPlus 拿到今天第二局比赛的胜利。好的，各位召唤师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德玛西亚杯杭州站的赛后采访环节。那么首先恭喜 FunPlus 赢下了这局比赛，那我们也是邀请到了 FunPlus 的 AD 选手 April 你好，和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FunPlus 的 AD 选手 April。 那今天也是我们 FunPlus 二队啊第一次和 LPL 的队伍交手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 LPL 的队伍还是蛮强的，
的确这场比赛打的也是非常的艰难。那前期呢我们队伍是一直获得了一个优势，那到中后期却是被 VG 挽回了一个劣势。那请问那段时间队伍内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那时候我们打得比较着急，然后开团什么的也比较急，就失误比较多吧，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。那么我想问，在 9.23 版本改动之后呢，有人说 AD 这个位置是越来越难打，那想请问一下作为 AD 的你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？我觉得还好吧，主要看人吧，如果你够强的话还是可以用 AD carry 的。确实非常的自信啊，我们的 April。 那在这局比赛中双方都是使用了一个比较前期的一个 ADC， 像霞和卡莎这样后期 ADC 反而比较少出现，那请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？这是因为这9.23有那个龙魂，然后小龙变得很重要了，是，然后选前期厉害的 AD 就比较容易在下半区打架赢，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控龙率是吗？对。那想问一下，今天你觉得队伍里面谁的发挥是最好的？我觉得是打野吧，小明金。那确实他的艾克在今天的比赛中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。好，那我们感谢 April， 下面把我们的画面转交给解说席。Dancing to